景福宫光化门，景福宫光化门，光化门的 main entrance， 哇，这是在100年前的韩国的部分，历史的呈现，景福宫光化门 main entrance， 整个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韩国，光化门也是在整个北门的部分。景福宫的心理门，刚才我们就从心理门这边的侧门这边有进来的部分，后面就所谓的整个韩国的重镇，景福宫的勤政殿，勤政殿，景福宫 ，previous Western Section， 景福宫，庆会楼。庆会楼，东景福宫里面的东十字阁，东十字阁，对，他在做整修，东十字阁，德寿宫的大安门，在整个大汉门，崇礼门，也就所谓的叫南门，在旅行一界新自己，幸福韩国。昨天有到了崇礼门南门的部分，那靠近南山的地方 ，South Gate 部分叫做绘画门，在东北门这边有个叫绘画门，绘画门 North East Gate South 部分，圆觉寺石城的石塔，有石城的 Pagoda 部分。大圆觉寺碑，圆丘坛 National Cemetery 部分 Royal Actor， 圆丘坛独立门 Independence Gate， 独立门五月，就是一个小山丘的部分，普渡阁白佛 White Buddha Statue， 或是普渡 Temple 的部分，一个佛像，喜见亭，喜见亭 Vivians。弘智门，这也是属于不倒的部分。弘智门，水源华城，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有去过，面积大概5平方公里。水源华城曾经是非常热闹的一个宫殿的部分，水源华城。到了置顶呢，可以看到整个东北四方华虹门，现在修正已经修建非常漂亮了，这样华虹门，很多小朋友这次也来一起参观。好，这次介绍整个韩国100年的前进今生，旅行一界新自己，幸福韩国，小妹 Steven Korea 100 years ago in the lands of the foreign， 拜拜。